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帮你开。为什么要吃饼干啊？不是才。边长快点，要正在制作了。边长边长了。你会转弯吗？那不能吃哦，看就好。它也可以闻，辣的。你看这辣的吗？它上面有写啊。这个不能吃哦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，你不知道？这就黑心啊！因为它有加盐。这个景点呢？不是啊，我说，还是下次要不要吃啊？这个，回去再吃啊，不然等一下在路上嘛。那你芝麻？你不是已经买了牛舌饼了？我再买一个。没问题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蛋子？那比较贵呀，
伯承买这个好不好？买那个蛋糕啦，蛋糕好不好？那个牛。